我是来告状的，你状告何人？我要告开封府尹包拯。大胆慢着，让他说下去。是。这位壮士，你告本府什么罪状？我告您满汉无能，草菅人命。 本府如何蛮横无能，何时草菅人命？我问你，3年前你可曾扎过一个叫冷傲的人？冷傲，不错，本府却曾扎过一个名叫冷傲的人。 行刺包大人，该当何罪？视死如归。放了他！大人，使不得，此人侠恨而来，若是放了他，岂不是纵虎归山，祸患无穷吗？不，你们不必担心，此人并非暴力嗜杀之徒，他刺杀本府，乃是替父报仇，办法虽然不对。 但情有可原，本府不想为难他。韩护卫，让他走吧。你走吧。 多谢展护卫前来搭救。展护卫，你来的真巧。 若是迟了一步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属下不是来得巧，是事先知道大人有难，特地赶来相救。事先知道，此话怎讲？安乐侯庞玉已经接获庞太师的谕旨，知道大人奉旨到陈州查证，故而收买杀手，欲在半途加害大人。所以属下怀疑，刚才那个人是庞玉派来的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此人不能放。属下只是臆测，不敢断言。不过。 刚才那个人武功高强，性格孤冷，此番虽然落败，必将卷土重来，还请大人小心为上，千万不可大意。本府自会当心。回去吧。是。